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码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集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先看一下第一副牌，这个牌还缺个牌搭子。三万一来，搭子倒是够了，两进张的牌型，三个搭子各有特点啊，一边一卡，一个两头张，来四条了，搭子多一个。抓进二条就是一上张，开边不开卡，先打一张一筒，对家门清挺牌，手里这个二筒还倒是有一点点的危险，对家打五筒倒是可以走线了。下家这样子应该是要做碰碰胡啊。一万也开碰，这个牌感觉下家有一对二万，来六条，先打六条，又把一筒抓回来了。这个牌我选择开掉卡二万的搭子，刚好打一三万也都是安全张。而且这个牌对家有可能是停在筒子里面，如果筒子的话，一四筒的概率是最大的，一举两得。抓花杠三筒听牌，打掉一万。再抓花，六万杠开，开心快乐。五个花24分，加个苍蝇34分。对家听一四筒，这个牌被我打好，差一点就放炮了。还好小心了一下。看一下第二副牌，一上张的牌型。来七条，这个牌我选择留对子开卡张，看看这个牌能不能往条子里面靠，保留一下做牌的想法。上家应该是在做慢子，下家也启动了，两家做牌的，下家是碰碰胡。摸六筒能听牌了，但这个牌并没有去撬，而是选择修一修。这个对倒肯定是听不下去的，各见一呀、啊。而且对家没有做牌是门清，这个牌概率太小了。来个五条，修了个两头让，下家打六条点炮，两个花6分，加个苍蝇9分，杠头上也是我的。可惜没有给摸花的机会，看一下最后一副，这个牌缺搭子，同样是门清的牌型。来五万搭子齐了，打掉四条，两进张。
来三万打掉北风，一上张。上家听牌了，先打安全牌。这个八条也都是不要的牌，手里没寸牌。来九条听牌，接着打八条。这个牌要是摸筒子上听更好。下家还要做混一色，对家听牌，打五筒点炮，两个花六分，加个苍蝇11分。